刚被骑 Old Bike 的阿伯拦车，他说我们这些开保时捷的都是泡干，哎，难怪盖个胖胖，有害的晚上不能睡觉，很扰民。我想说，哎，老灰阿郎卖个 gay 搞，他可能不知道现在保时捷有出电车。我还跟他讲说，我这台是一排的，你不相信，我可以开引擎盖给他看。后来他一直跟我大小声，我越来越堵了，我就直接开引擎盖问他说，请问你有看到引擎吗？这台车到底吵在哪里？他沉默了三秒，指挥我去被阿奶奶。去玩，但只留驾驶座给他，阿嬷会有什么反应呢？阿嬷，阿嬷，阿嬷，你也会啊？阿嬷生。有冇个站落的哇？网友 Jason 这天带阿嬷出去玩，于是就恶整他一下，空出驾驶座给他。而阿嬷首先打开副驾车门，见有人，于是就绕一圈想坐后面的位子。结果除了驾驶座以外，其他都坐满人，让阿嬷无奈到直接上车坐驾驶座。有趣的互动让网友笑翻。所以阿嬷有开车载你们出去玩吗？当然没有，阿行车平安我。阿嬷如果真的开车，你们真的会吓烂欸。我会跳车。